All right, next we have Shandong Gong, who's the general manager of China Unicom, of the Software R&D Institute. And especially I like China Unicom because they're the only cell phone provider that works with American phones. So thank you, especially.各位朋友，各位业内外的同仁，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交流、探讨和分享。我们在容器化方面，在 DCOS 方面所做的一些实践。那么我呢是来自于中国联通软件研究院。那么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我们的电信的。 应该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电信的这个朋友哈，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核心系统在容器化方面，在 DCOS 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那么第一个方面先讲一下背景，那么软件研究院呢是我们中国联通为了加强自身的 IT 的这个研发能力，为了进一步。 促进我们整个核心系统的这个向新一代的架构的演进而成立的一个专门的一个子公司吧，应该这么讲。那我们会在这个核心系统方面，会在大数据方面，包括会在云化的一些应用方面等等，会做一些前瞻性的研究和一些实际的一些使用运用。 那么，先介绍一下中国联通的 BSS 发展的历史，其实和移动和电信总体上差不太多哈，但是我们有一点不太一样，在这个08年以前，我们也是31个省，各有各的支撑系统，支撑自己的业务的发展，但是从08年3G时代开始，我们开始逐渐走向集中，从我们的营销界面的集中，产品的集中。 运营的集中，等等，我们再往这个方向去走。在过去的8年的时间，我们完成了一系列核心系统和核心能力的这个建设，但是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基本上是比较传统的这个架构。那么从13年底、14年开始，在4G时代，我们开始了我们完全集中的这个业务支撑系统的建设，也就意味着无论是前端的营业。 还是后端的计费，还是核心的业务逻辑，全部是集中化的建设模式，一直到今天，当然今天我们也处在由传统的系统所支撑的业务向集中系统演进的过程当中，也处在从传统的架构向新的架构演进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当前的 CB 的规模呢，也可以这么讲。 也可能是我们全世界最大的系统之一，我之所以把它叫之一，因为我没有求证过哈，没有清楚过是不是真的最大，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说，至少在中国它一定是最大，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单体的系统之上，我们现在承载的是1.6亿的在网的用户，我们每天的话务量是超过80亿，也就意味着我们至少会有81次以上的计算频价。 那么我们每天的计费收入，我们每天的计费收入，基本上在3亿多，接近4亿的这样的一个规模，也就是说每个月我们的出账收入可能会是接近100亿，而且这个数字一直在快速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每个月新增的用户量可能是500到800万的规模，那么同时我们每天的日接口的访问量可能会超过2亿。 以上，这是一个日常的一个平均水平，在一些特殊的时候，比如说517、双十一，那这个值可能还会再增加 30% 到 50% 的这么样的一个规模，所以这是我们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么后面跟大家讲一下实践历程，在讲实践历程的时候，我们首先讲一讲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我们面临的痛点，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其实。 我们传统的运营商的同志们可能都了解，左边这一个呢是我们非常典型的一个架构，是吧？前端的应用
通过我们的 Web Logic， 通过我们的 Tuxedo 来实现跟后台的这个数据之间的这种交互，然后承载在IBM Oracle 和这个高端的存储之上，这是我们传统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架构。那么左边这个是我们 CB 系统的这个架构，我们这个集中系统规模太大，按照传统的这种架构的话呢，通常 超过3000万、4000万的用户，我们必须要去分扣分表，是吧？但是我们要支撑可能一个一两个亿的用户，因此在从设计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分成8个区域，而每个区域上会承载3个省5个省，所以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架构。那在这个架构里面，我们还会有核心和共享的那些全局的参数、全局的数据，我是要在一点上的。那回过头来，它面临的压力可能对不对？ 因为所有的业务都要去访问它，都要去共享它。那因此回过头来，这些就是带给我们的从架构方面带给我们的一些很实际的一些挑战。那么右边这些呢，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软件的开放模式和实现模式，也让我们变得在响应快速响应市场变化的时候变得很难，变得很难，因为我们的传统的应用它不是分布式的，不是服务化的。 不是组件化的，那因此我们在新的这个代码发布的时候，在我们扩容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变得非常艰难，也就是说这里讲到的迭代复杂，迭代复杂，扩展的成本高，周期长，往往我们为了应对5.17、为了应对双十一，可能我们提前3个月就开始调整，扩容我们的架构，扩容我们的硬件。 那么同时呢，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和以前也还不一样，在2G时代、3G时代，其实我们的计费压力没有那么大，但是在 4G时代不一样，因为随着流量经营这个流量切分的越来越细，是吧？有这个全国流量，有省内流量，有闲时流量，有定向流量，各种各样的流量，每一个流量都会把它进行拆分。 都会拆分成一个更小的一个划单，但是每一个划单都是我的一个计费单位，都是我的 P 价的一个一次操作，对吗？因此这个量会越来越大，虽然我们没有看见说我们的计费收入有一个快速的增长，但是我们的计算量实际上在成倍的增加，至少是4倍以上，最近我们也在跟像腾讯，大家也知道推出了这个腾讯大王卡，是吧？ 就这样的一项业务增加了我们全网的划单的25%，大家想想是什么概念？假如我原来是60亿划单的话，增加25%，就我一下子就会面临这样大的一个新的一个计算量的一个增加。那回过头来，我传统的硬件，我的实现模式是很难去快速应对这种变化的，对吧？那么还有呢，业务突发，因为运营商现在也更多的参与到 这个互联网的生态当中，最近大家也知道，中国联通跟BAT分别都签署了战略合作，对吧？我们会更多的在互联网方面去合作。那因此，在互联网时代，它的业务这个经常是在短时间之内是一种爆发的一种情况。那过去的话，我们经常会看到，在5.17、在双十一的时候，你要去抢流量红包，你经常会发现你抢不到，或者说你永远在排队。那是因为我们的系统计算呢，其实是跟不上 跟不上这个处理的速度，而如果我们全流程要跟上去的话，我们的数据库一定是撑不住的，对吧？是这么一个概念。还有一个呢是协同难，这一点呢其实可能很多同志不太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东西？其实核心在于说，中国联通的 IT 系统是集中的系统，而移动和电信的系统是各省分别自己建的系统。 那因此，我们在集中的过程当中，必须要解决一个灵活性的问题。比如说，跟浙江移动、跟浙江电信的这种快速的需求的这种支撑，对吧？快速的响应，那怎么办？后面我也会跟大家讲，我们怎么基于容器化的技术来去实现这样的一种个性化。所以，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些核心的一些挑战。正是因为这些挑战，我们 在一些新的技术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运用。那么怎么办？其实我们大概总体的指导思想是说，问题驱动，我们总是要奔着解决问题的角度来出发，我们不搞太多虚的客体的研究，一切都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来的。
所以我们第二个指导思想叫务实创新。现在解决方案又非常多啊，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可能要提出来，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非常务实的去选择，怎么选择我后面也会讲。同时呢，是以点带面，有序推进，从最难的地方去入手。这大概就是我们目前的一个路线图哈。在过去的一年，2015年的时间，我们对传统的架构实行了减负分流和x86化的这个动作。所谓的减负分流，我们是要把过重的 Oracle 的这个压力要把它降下来，比如说读写分离是吧，我们把很多把它分出去，原来用 Oracle 承载，我们把它用 Hadoop 来承载啊，用 HBase 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去承载。比如说我们这里引入了这个卡夫卡的数据的分发，过去是说大家所有的人都要过来向你请求，向集中的这个数据库要数据，对吗？那压力就会很大。那现在是说我们通过消息的方式把它分发出去，谁需要谁去订阅，然后你来实现对这个数据的共享等等，包括我们所有的划单、详单、账单，我们全部通过 Hadoop 的方式来存储和对外提供查询。这样的话就把整个数据库的压力降到了很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在去年是完成了整个计费的，这也是运营商最重要的压力最大的一件事情。我们对计费进行了x86化的动作也就完全实现这种可扩展那么这样的话呢，是极大的提升了我们整个计费批下的效率。所以大家可以看得见说，在经过过去一年的努力，中国联通的 4G 的用户的这个流量增益实际上是大幅下降的，就是不及时的这种短信提醒是大幅下降的我们计费提价这个效率总体是提升了2.5倍，排程提升了10倍，大家可以看得见。同时我们的硬件是极大的节约，我们至少节约了50%以上的硬件，我们直接降低2.5亿的投资。但是更关键的在于说 OK 我以后可以扩展了，不行我就再加机器加通道上去 OK 就可以了，是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跟 IBM 也开展了合作，我们使用了 IBM 的 Power Linux 的设备，是吧？那么为什么用它的设备，是因为相比于 X 这个我们的 x86 的机器来讲更加稳定，是吧？同时也有一些新的 feature 可以支持我们的这种快速灵活的创新。我想这是我们在过去做的事情。那今年我们在做的事情，实际上我们在做往这个服务化、分布式和容器化方面在走，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关键的内容当然要做好容器化，它一定是建立在我们对应用的解耦和这个服务化的基础之上，是吧？我们很难想象说我把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包、非常重的一个包直接把它放在容器里面，是不可能的，是吧？我们首先要对它解耦，很多时候还要对它进行无状态化，对吧？然后才可以把它能够灵活地部署在一个容器的这个颗粒度上面。所以我们对应用做了很多的解耦和服务化以及微服务化的动作，但这个动作其实很艰难，我们大部分应用实际上是做了重构的，因为运营商的这个业务逻辑太过这个什么厚重，是吧？不是轻量化的，特别厚重，因此我们必须要一点的把它给拨出来，是这么一个概念。那么同时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也逐渐在往平台加应用加能力开放的这个方向上面去走就是我们是三层架构，然后呢逐渐往这个能力加应用这个方向再走。这是我们目前在做的事情。我们总体的目标就是后面那个，我们希望逐渐走向高效协同的 IT 生态，那我后面会讲到那么同时呢，在过程当中大家知道过去大家可能讲说运营商的系统是封闭的过去可以这么讲，因为我们基本就是 IOE 的这种模式，基本上跟我们合作的就是雅信、天元、斯特喜等等一些特定的，可能国内不超过6家这个软件提供商，是吧？过去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开放开源，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是一个开源的一个时代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认为说
在做自主的过程当中，不代表说所有的事情都全部从头自己做起，对吧？没错吧？不可能闭门造车，是吧？因此我们必然是说要有自主，同时也有要联合，也要联合。我们希望说能够跟业内最优秀的解决方案合作伙伴一起把它做起来。所以就是有我后面总结的两点，叫高铁精神、高铁经验和军工精神。解释一下什么叫高铁经验，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的高铁实际上是来自于四家公司，世界上最优秀的四家公司，对吗？但是在他们融合之后，变成了中国高铁现在一带一路当中是最有竞争力的一个产品，是吧？中国最有竞争力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吸收别人，但是能够把它成长起来，变成真正的最强。军工精神就是说，美国人曾经说，哎呀，我们不跟你开展空间站的合作，但是发现今天最大的是中国的天宫一号，是吧？天宫二号，是吧？所以在军工方面，包括中国的歼20也出来了，航母也即将出来了，等等等等，就是在一些核心的高精尖的东西方面呢，很多时候可能还不得不靠自己，必须把它搞出来，必须把它搞出来。所以这是我们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那在这个选择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上面所有的这些 logo 基本上都是我们目前已经在用的，已经在我们的生产系统当中使用了的一些技术啊，和一些合作伙伴。那么在开源的方面呢，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基本上会遵循这么五个原则。第一个是技术成熟度，对吧？我刚才讲，我们不讲概念，不玩虚的，你能不能真正做得好，是不是真的可以解决我的问题。第二是案例符合度，有没有我们这个案例，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每个行业都有它的特点的。一个开源技术拿过来之后，我们很多时候要在它上面做很多的定制开发，是吧？封装可能才能够满足自身的需要，是吧？但如果说有比较好的案例的符合度，可能我们这条路就会更快一点，对吗？第三个是社区活跃度，开源必须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哈，大家都在这个上面啊能够贡献，不断的去提升整个产品或者说解决方案的这个它的能力和适配度。第四个是生态链的完整性。什么叫生态链？就是是不是有足够多的人来围绕在你周边啊，做它的开发，做它的服务，做它的集成，对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可能总是去找到那个叫什么原厂商，是吧？我们需要一个生态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把它用好用起来。第五个是合作模式。最后讲得很实际，大家最后总归会有商务合同上的一些事情的。我们希望是一种开放的，是一种共赢的一种合同模式。对我有用，当然我们就会有合同，对我没用，那一定不会有合同，是吧？所以合作模式也很重要。包括在合作模式上还有一些很多人愿意跟我开放代码，愿意跟我开源，那这也是我们非常欢迎的事情。因为我们不认为说像过去一样还是产品化的那种采购这样的一种模式，对吗？像过去 Oracle 那种模式一样，我用了你 Oracle OK， 后面我就要付 license 付什么什么什么，同时核心代码可能我还不知道，是吗？所以这是我们选择的一些原则。那么基于这些基础之上呢，在过去的一年的话呢，我们基本上以 Mesos 和马拉松为核心，实现了我们容器化的资源的分布式调度和协调。然后呢，以 IP Proxy Comforter ETCD 实现了服务的注册和业务的引流。那么同时呢，以 DCOS 实现了数据中心资源的实时调度和管理。这大概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架构，总体的一个架构。其实在今天这个场合呢，我不用讲太多哈，大家可能会对 DCOS 要做什么可能很了解，是吧？DCOS 就是要把这个什么 CPU 啊、存储啊、这个什么内存，要把它抽象出来，要把它管理起来，是吧？要实现一个容错的和分布式的这么一个资源调度的一个体系，就相当于叫什么呢？把分布式的机器把它变成一个资源统一去调度，是吧？当然 DCOS 还有很好的一点是说，它可以承载在任何的 Linux 的之上，是吧？我们目前大概有 Red Hat、CentOS 6.5，也有这个叫什么，包括 Tau Linux， 是吧？可以任何的 Linux 之上。同时呢，我认为它也还是一个框架的一个生态，能够很开放的支持和兼容和纳入
很多新的框架和组件，是吧？能够快速的实现它的管理调度部署，是吧？所以我认为这是 DCOS 它的一些特点。当然 Mesos 菲尔今天在哈，可能他会跟你们讲会更多。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同时呢，我们在数据层面呢，把 Storm、Spark、Kafka 等等这些已经把它整合进去，也已经把它整合进去。那在上面的话呢，通过 Mesos 来实现资源调度，通过马拉松来实现任务调度。再往上层呢，是通过 HFV 实现服务的引流、服务的注册，以及那个结合这个 Confidence 实现那个配置的这个调度和更新，对吗？同时呢，为了实现这个大分布式环境当中的镜像的快速的分发，我们还引入了 Hub， 是吧？就是大规模的镜像的快速的分发。那么在上层呢，它一定是服务化和非服务化的。那同时呢，在我们的开发方面，又是要实现敏捷开发、持续集成和灰度发布的。我们是通过 TFS 加 JIT 加 Jenkins 加 Robot 来实现整个的快速的集成的，通过 Pinpoint 实现服务链的管理和调用这个展现关系的展现的。这是我们目前的一套机制。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框架之下，和传统的 IOE 模式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对吗？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构建了三个集群，一个是营业的集群，也就是我们所有的大家到营业厅里面去办理、去查询、去缴费，这些场景是由营业集群的营业的 DOG 集群来去承载的。而在中间件集群，就是我目前还离不开中间件，但下一步我们可能会去掉所有的 Type C 的和 Web Logic， 但现在还做不到，是吧？处在这个过程当中。但是这些中间件我们也把它放在了 DOG 上面。三个方面就是计费的集群。我刚才讲到，我们在去年做了计费的 X86， 但是今年我们把计费进一步搬到了容器之上。那我后面会有简要的展开，会跟大家去讲。那么营业呢，其实相对来讲比较简单哈，因为在营业方面的话，其实最难的事情是前端的应用的服务化和去状态化的这个改造。那么基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所有营业前端的应用就可以通过 HA Proxy 来进行引流分流，是吧？来进行分流。那么这些应用它是部署在容器之上，容器能够实现秒级的扩展。那因此的话，当前台业务量大的时候，就可以通过策略配置使这个容器能够快速的扩容，是吧？小的时候容器就可以快速的缩容，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第三点，灰度版本发布其实也非常有作用，就是提高整个发布的质量与效率。干过运营商支撑系统的同志都知道，我们今天晚上要发版本的话，我们明天凌晨一定是有全国可能几百上千人在那里做回归测试，是吧？看看我这个版本发布上去之后到底会不会有问题，对吗？哪个地方会有问题？就是因为运营商的业务场景太重了，太复杂了，很多时候我们无法穷举，只能靠人海战术、人肉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那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容器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说叫什么环境一致性，是吧？我的开发，我把它叫做所见即所的开发测试和部署，是吧？是这样的，对吗？那因此我们现在大量的工作是在前置了，前置等我做完之后，我把这个版本把它发布上去，我可以选择说哪个省哪个地市用这个新的版本，是吧？小范围的验证 OK 没有问题之后，我再会把它去扩大。而这里面用到了一个是灰度发布，更重要的是一个说所见即所的环境的一致性，对吗？而我过去我的开发测试和实际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我需要大量的人去验证它，这给我们整个发布的质量和效率应该讲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当然除此以外还有很多哈，这个我想我就不跟大家详细的去讲，其实这是最我刚才讲的是最最重要的方面。那么第二个呢是中间件的容器化的改造。那么中间件的话呢，其实主要就是 Web Logic 和 TagC 的，我前面讲过，我们对它进行了容器化的改造，对状态进行了中心化的存储，所有的状态全都把它给放在了那个什么 Redis 里面， Redis 集群里面，对吗？与硬的进程进行剥离，同时呢增加调度的适配层，通过马拉松实现对 TagC 的调度。那么这样的话的好处是什么呢？其实这个中间件
就是我前面讲到我们每天的接触访问量大概有2亿多次是吧，其实它很多时候它都会作用到这个什么它和 CEDO 上面对吧，往往它不堪重负，它不堪重负，那我们引入了容器化之后，我就可以对它进行快速的这个扩容，快速的扩容，而且呢进行了无状况我无状态化改造之后，实际上中间的这个进程它并不是因为我的扩容而出现中断，是这意思吧，对吗？所以呢这样的话，其实在我们进行了容器化之后，大家我们直观的感觉是说我们的接口其实现在我相信大概有5-9吧，现在已经不是问题了。但是在2015年3月、4月我们连续出过几次大的故障，全部是因为中间件出了问题，跟不上挂死了，所有的业务都会停，所有的营业所有的缴费全部都会停，是吗？因为它就是那个腰嘛，离开这个腰就不行了。所以这是我们在中间件方面所做的一些事情。第三个方面呢是计费的容器化改造。计费的话呢，目前我们大概运行了300多台的服务器哈，300多台，其实想想也不大，但是想想也很强，是吧？因为300多台我就支撑了每天将近70亿，在我出账期间可能会超过100亿的化单，每天的这个计算量，对吧？这是我们这个一个最直观的一个结果哈。那在这个里面的话呢，其实想跟大家讲几点。一个呢是说我们在这个里面的话呢会有马拉松和 KEYNOTE 两种框架来对我们的计费来进行管理和调动。因为有一些是属于实时的任务是吧，那有一些呢比如说我们每天营业完之后的资金的集合报表，那属于定时任务，比如说每天晚上9点开始要做这件事情了，对吧？那就通过这个 KEYNOTE 来去调动它。那么这是一个方面要跟大家讲。第二个方面呢是说我们利用 Mesos 和马拉松开发了一套，因为它是开放的，它可以进行一个开放性的一个框架，可以在这个框架之下可以做很多的新的开发和定制，是吗？那么我们开发一套管理平台，能够实现在线版本的切换应用的这个起停和停止，这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的话呢，我们现在实际上在计费层面我们同时用了X86和 Power Linux， 那我们做了一个管理平台，去识别是什么机器，我给你下发什么镜像，是吧？能够一点管理，一点调动，就这样子的。那这样的话，我的运维人员他是不用管到底是什么机器、什么镜像会不会出现问题，是这样子。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计费当中过程当中呢，我们使用这个容器的这种调度的灵活性和Power 的这种灵活性 ，Power 有个什么线程是吧？线程的动态调整机制，把它两者结合起来，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就在灵活的弹性的调度方面可能会更好一些。这是我们在计费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应用我这个容器其实还是在我这个上面，我可以不需要启停，而传统的马拉松可能需要重新启停才可以发挥作用，是吗？对，通过这些呢，我们一个是解决了数据的点对点交互的问题，让它能够到一些相同的访问的一些请求，可以把它引流到那个指定的那个适配的那个模块上面去。那这样的话可以大量的降低它的 IO， 我们目前至少降低了20%以上的 IO， 那这个效率就明显提升。这里面想讲告诉大家的是说，基于马拉松的开放基于 Mesos 的这种开放的框架，可以做一些自主的一些定制，结合自己的应用的特点做一些定制，来提高整个的运行的这种效率。好，那么最后我想跟大家后面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这样的一个生态。其实这个生态的话呢，这个生态不仅仅是说，正是因为我们是一个集中化的一个系统，我们要面对31个省不同的个性化的需求，同时我们也要面对我们还有30几个子公司还有我们的 N 多的合作伙伴，应用的开发合作伙伴的一些这个应用开发个性化开发的一些请求。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其实在过去这是很困扰我的一件事情因为那个代码我们是写死的，是吧？
任何人过来改，其实我都很担心会不会出问题，是吧？这个代码怎么去管理，怎么去维护它？而现在的话呢，我们逐渐从应用上，我刚才讲，我们会走向平台加应用的这种模式，会走向能力开放的这样的一种模式。公共的这些组件，我们会把它沉淀下来，我们开放出去让你去用它。但是不够你，不百分之百够你使用的情况下怎么办？你可以继续开发，然后你可以去发布，是吗？你可以开发一个新的一个服务，你可以把它注册上来，可以把它整合到你的新的那个流程编排里面、应用里面去，对吧？那么，但是呢，过去我们还面临一个问题是说，我开发完了，但我开发的环境跟你不一样啊，我开发的语言跟你不一样，我开发的环境跟你不一样，那我上来之后还是要大量的配合的工作，我们依然很痛苦，是吧？但是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用了。容器它的一个最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说，它是环境是一致的，因为它把你的开发的内库、你的应用和你的那些配置参数把它打包在一起，你在哪里 OK？ 其实引用一个词叫克隆的概念，是吧？是吧？在这里做的 OK 就是那里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现在我认为说，容器的这个特点引入之后，对我们实现这种。协同的开发我认为带来了一个极大的一个帮助，我不用再去考虑过去的那么多的一些环境上面的问题、部署上面的问题，是吗？意思我现在提出一个问题是说，我们要什么呢？叫自主开发、自主测试、自主发布和自主运营。 OK， 这些事情可以都是你自己去做，我提供的是一个平台，我提供的是一个工具，我提供的是一个环境，对不对？而这些问题你不用去考虑它，我已经把这些事情全部给你做起来，你只要去开发它 OK 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事情是说，我们现在把很多我们的开发测试和实际生产环境，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叫内部云的一个概念。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开发 OK， 你上来就可以去申请资源，申请 pass 层的组件，是吧？你及时申请，你就可以去上面去开发，就可以去发布，经过我的审核 OK， 你就可以去把它上线了。所以这是我们再加上我前面讲的持续集成恢复发布，我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流程了。所以这是我想讲的是一个生态的一个建设，也就是说无论是未来省公司也好，还是我的合作伙伴也好，你都可以在这个上面去按照我的平台框架规则体系的要求，使用我的工具来开发你个性化的东西，对吧？这是我要的一个生态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整合的一个平台，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进入了2.0时代啊。2.0时代就是架构上就是服务化的、分布式的，然后是协同开发的，是持续集成的，是灰度发布的啊，是容器化的。那在这个里面的话呢，我们希望把它能够整合起来，面向大家能够是一点的接受，可以做所有的事情。很短的时间简单的看一下，哎，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去就点到那个实例啊，那链接怎么点？这个我怎么点进去？就是那个链接我怎么进去？通过这个啊，点一下进去，对，点一下进去，哎，不对。对，这是大概是上面一个吧，能回过来吗？我不太会用这个东西啊，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去点那个，不知道能不能点。行吧，没关系啊，这趁着说都是一种小版本的快速迭代的格局，是吧？啊，因为我们不需要天天组织那么大量的人海战术去干这件事情了，对吧？啊，今天你干这个，明天再干那个 ，OK， 可以了。然后还有我们的故障事件下降了5倍，这个不是跟大家瞎讲的，因为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我全国系统每个月的故障数大概在85次，我们现在上个月只有2次，啊，其实我是非常欣慰的哈，这么大的一个复杂的一个系统能做到这样，我觉得很不容易的。啊，还有呢，我们的计费查询和中间件，我们是可以做到秒级的扩展。我的投资是下降了40%的，就大概是一个总结。总体这些呢，是源于我们不断的优化与改造，啊，不断的优化与改造。
那么还有一些分享哈，分享呢，想跟大家讲这么几点。第一个呢，我想呢，开源时代如果没有自主研发，等于自杀，是吧？因为你再找不到像 IBM、像 Oracle 来给你提供原厂的支持，是吧？很多都要靠自己，对吧？但是也不是完全靠自己。但是我认为说，如果你没有一个核心的团队去掌握它，去定制它，可能就没有办法和自己的应用能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就没有可能发挥它真正的价值。而且当你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可能会变得束手无策，没有人能帮你，是吧？所以我说99%的时候，可能这部车开的都非常好，但是只要有一次故障，可能你就over 了，对吧？所以这是第一点，我想跟大家讲。第二点呢，路走的多了，坑自然就填平了。大家经常说要去填这个坑，当然路都是走出来的，没走的时候都是坑，走的多了它就平了，是吧？而且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认为说路不是完全要靠自己去走的，实际上是要大家一起去走的。很多的经验可能是对你是非常有价值的，对吧？不是说什么事情都去走一遍才叫真正的怎么样。所以我前面讲一定是合作的，一定是分享的。第三个是说，并不意味着说我们所有的业务缺省就可以直接把它搬到容器化上面去，一定是要对自己的业务要重新的梳理解耦乃至于重构，同时呢把确定要合理的确定业务的这个边界和它的依赖关系，你才可能把这个按照服务化的这种设计的方法论和理念把它给分开，才能够做到没有太多依赖关系的这种快速的扩展，是吧？否则的话没有可能，不能说我把一个大东西搬上去，没有可能。其实我认为说越小越好，是吧？越轻量越好，是吧？第四，我们要发挥容器化和微服务的优势呢，我认为说还要从软件的开发组织形式和开发模式上主动去适配。传统的瀑布模式可能显然是不适配的，那样的组织形式也完全是不适配的。这是为什么我们从前面来讲说我们全面转向了敏捷开发持续集成这样的一种模式全面从这个任务管理加上这个什么代码共享代码的管理，这个是可以做到共享远程协同的，是吧？通过这些来改变我们的软件开发的这种模式来去适配它，否则的话可能你也还是玩不转的，对吗？还有一个方面，我认为说 Mesos 加 Docker 呢，可能为我们的 CI 和 CD 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可能。我认为正是这些它的一些特点和灵活调度的这种能力，是吧？为我们全面走向这种持续集成、持续迭代和 DCOS 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所以我想最后呢是可能是这样的一些分享。当然我们希望能够营造的是一个合作和共赢的一个环境，就像我最开始讲的一样，我们希望能够集合大家共同的智慧，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使用好这些技术的这些优势和红利。所以我们非常开放的欢迎任何一家合作伙伴跟我们开展可能的合作。那最后呢要做感谢一下哈，因为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特别感谢那 DCOS 中国社区感谢 Sam Sam 到了那么感谢 Mesosphere， 感谢 Link， 感谢天机，感谢 IBM 在过去的几个月给予我们的支持。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在四个月之前的时候，我和在座的很多同志一样，是一个对未来充满憧憬、对技术充满狂热的一个听众哈，是吧？可以这么讲吧。当然，正是因为来自于这些合作伙伴对我们的帮助和支持，正是来自于我有一支强大的研发团队。我们大概基本上在3到4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完成我刚才讲的营业、中间件和计费集群的容器化的这个改造，而且已经把它部署到实际的生产环境上。其实这些极大的超出我的预期。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说，当你真正深入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可能并没有那么神秘，
当你有合作伙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并不那么孤独，是吧？当你有一支自己的强有力的团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充满足够的信心，能够持续不断的向前，好吧？我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